哎，什么东西掉了呢？这是啊？哎，粘上。哎，行不行？你吓死我了！你吓干啥呀？哎呀，我还以为狗回来了呢。啥玩意儿？不是，你看干啥呢？寻狗启事。小四他妈养的那狗丢了，这不嘛，小四贴寻狗启事帮他妈找你呢吗？找谁？哎，不是，你找狗呢。啊，现在这人呢太差劲啊，这上头不能啥都贴。你说丢个钥匙啊，哈，找人就贴着，一狗你贴着干啥呀？你跟他说花吧，还嫌上狗事儿，一下子就买一筐回来。你以为买鸡蛋呢，还买一筐啊？我跟你说，小四儿他妈这条狗啊，已经养了5年了，养出感情来了。我跟你说，老太太这会儿肯定老难受了。难什么受啊？啊，再有感情那不也是丢了吗？你跟他说啊，多花点钱上狗市多买几个，我朋友卖狗的啊。花了钱的，你懂啥呢？不是，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呢。啥不钱事儿，就是抠。嘿，就这智商太难沟通了，我还是帮小四找狗去吧。什么就智商啊？还是智商的事儿？还就怎么就搁这个启示就看，寻狗启示啊，必有重谢，然后抽筋2万。不是钱的事儿，你不就想挣这2万块钱吗？2万块钱多大个事儿啊？还2万块钱？王芳，王芳，王芳，笑啥呀？谁先找了2万块钱归谁，对不对？2万呢？2万？哎呀，亲爱的邻居们，大家过年好啊！说得好，不出正月都是年呐，所以一上来就得给你们拜个年，祝各位啊狗年大吉，日子越过越兴旺，事业越干越兴旺，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运兴旺。你看看，这小狗都跟着我一块喊了，哎呀，多招人稀罕呢。不过这狗啊，不是我养的。是我在小区门口捡来的，你说这大过年的，谁家丢了狗，那得多着急呀、啊！所以我得赶快找到它的主人呐、啊！哎，各位听一听，站一站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谁家的狗跟主人走散？赶快到我跟前，谁家的狗？等会儿我这喊狗呢，咋来只狗熊啊？你捡的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我的！快！等会儿，狗是你的？对，没错。那你得跟我说，这狗它长啥样啊？长啥样？狗鼻子狗眼，狗眉毛狗脸，还长啥样？比大狗这小点，比小狗这大点。你说的还真对，是狗都那样。有啥具体特征没有啊？具体。你家狗那跟别人不一样啊。哦，它是有毛，狗都有毛。然后它叫的不一样。你们家狗怎么叫啊？汪汪汪。狗都像你这么叫。那你就具体提示一下嘛。你看看，愣说这狗是你们家的，你都不知道咋回事。那我就告诉你吧，这只狗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它身上有一个小黑点儿。现在我要问的是，这只狗身上的小黑点，它是长在了左前爪的后边，还是右后腿的前边？你啥意思？要方便呢？不是，这啊，你说是这左前？错，那咋字儿？不可能，字儿大，还是错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这狗身上的小黑点啊。它长在了尾巴上的下边。你泡我的你啊，上尾巴后，你问我腿上腿后的。我就是要故意考验考验你，
通过我的测验我看出来了，你跟这狗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也就是说这狗不是你们家的，别耽误我正事啊。谁家的狗丢了赶快来认领啊。别喊别喊别喊啊，我不耽误你正事，你那么的啊，我给你200块钱就把这狗给我。啥玩意儿？200块钱你就想买这狗，你可真是，哎呀，500。那你得跟我说说为啥高价要买这狗啊。我不是稀罕它吗？你要稀罕它，你为啥不上狗市买去？那狗市的狗多了，我跟你说多少钱我也不卖，这是人家丢的狗，你离我远点。哎呀，谁家的狗丢了快来认领了啊。